火车驶离月台，一旁戴帽子的妇人疑似没赶上火车，竟然当众爆气，好急又好气，还把气出在其他乘客身上。她不满列车在她眼前驶过，妇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座位离她而去。她气得在月台来回踱步，先把蓝色大行李丢在地上，接着手提包、后背包都被她大力摔来泄愤。发生的地点就在台北车站3A 月台，女子赶不上火车，一时情绪失控，当众怒吼又摔行李，一旁其他乘客看了也吓一跳，录下这一幕PO上网。不过火车不等人，来不及搭上只能自己认命，毕竟火车也不可能为她一个人回头。